加油工刚坐下准备享受最爱的薯片，却突然听到身后的草丛里发出奇怪的声音。好奇的他准备上前一探究竟，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菊花一紧。加油工刚想转身逃走，就被一只不明生物扑倒在地。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怪物的样子，可灵的加油工就已经饮恨西北，与此同时，一辆汽车正在往加油站驶去，可途中却遇见两个拦路劫车的歹徒。 夫妻俩被当成人质，驾驶着汽车继续往前开。就这样一直开到晚上，突然响起一声猛烈的碰撞，汽车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几人下车查看，发现轮胎当场报废。可就在他们换备胎的时候，歹徒阿伟却被尖刺扎到了手指，他忍痛拔出尖刺，接着俯身一看，发现轮胎上竟然布满了同样的尖刺，原来就是这个东西扎破了轮胎。另外两人循着血迹找到了罪魁祸首，是一种奇怪的生物，它的身上长满了尖刺，卷毛以为是刺猬。作为生物学家的他瞬间就来了兴趣。 可他刚想近距离接触，那东西竟然动了起来，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啊！突然哭哧一下，那东西竟然袭击了卷毛，两人被吓得菊花一紧。阿珍连开几枪，接着快速往回跑。其他人也被两人慌张的样子给吓坏了，一脚油门便离开了这里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被换下的轮胎上尖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来到了出事的加油站，准备给汽车95加满，但却没有看到加油工的身影。便利店里也空无一人，阿珍想要上厕所，可那厕所门怎么都推不开，里面好像被 什么东西给挡住了，他好不容易把门推开，却又发现了恐怖的一幕。只见一个浑身长满尖刺的男人躺在那里，他正是白天遇害的加油工阿珍被吓得落荒而逃，并将此事告诉了众人。可阿伟一开始并不相信，直到长满尖刺的丧尸出现在眼前，众人这才意识到不妙。阿珍被当场扑倒，阿伟立刻开枪射击，剩下的人趁机躲进超市，并将超市门反锁了起来。虽然丧尸已经被击倒，但是阿珍却被感染了。阿伟悲痛万分，小美本想打电话求救，可阿伟却不同意，并将 电话狠狠地摔在地上，毕竟他是个劫匪。到时候肯定会被抓起来。见小美不听话，阿伟反手就是一巴掌。为了销毁证据，他还准备把摄像头的内存也带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阿伟惊奇地发现外面的阿珍竟然动了，看来还能抢救一下呀。于是就让卷毛帮自己盯着引擎盖上的丧尸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来到外面，将阿珍拖了回去。可他正准备进入超市时，却发现门被小美锁了起来。这显然是除掉劫匪最好的机会。气急败坏的阿伟举起了手枪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阿珍正在变异。 关键时刻，卷毛打开门救下了阿伟，可一只断手却被一同带了进来。他竟然可以脱离身体独自行动，这瞬间就勾起了卷毛的好奇心。阿伟见状，立刻用东西压住，可外面的阿珍又站了起来。他以一种诡异的姿势不断撞击着玻璃，害怕玻璃被撞开。他们赶紧躲进了里面的仓库，准备从后门离开加油站。可好不容易把门拆下，又发现外面还有一扇铁门。此时撞击的声音突然停止，丧尸好像是跑到了屋顶。他们本想趁机离开，可以转身，却发现门口出现一个警察，看着外面 的血迹，警察误以为他们是在抢劫。夫妻俩想要解释，并且叫他赶紧回到车里。外面有可怕的东西，可他根本就不相信。你们能不能编一个像样的理由？就在警察准备呼叫支援时，丧尸突然从楼顶一闪而过，掉落的尖刺扎中了警察的脸。警察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丧尸当场拖走。 希望变成绝望，三人彻底崩溃。而阿伟被尖刺扎破的手指也在慢慢变异，但他选择了隐瞒。就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阿伟突然想到了警察的对讲机，于是他立刻行动起来，用衣架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钩子，只要拿到对讲机就可以向其他警察呼救。可就在他准备钩的时候，却发现长度不够。阿伟见状，立马过去拿，但他的麒麟臂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作。小美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却说不小心被衣架割伤了。有了阿伟拿来的衣架，卷毛顺利的勾到了对讲机，眼看就要拿到手， 可意外却发生了，一只丧尸突然从天而降，刚好砸在了对讲机的线上。好在卷毛用力拉住了，不过他用力太猛，硬生生扯断了对讲机。丧尸的手从窗口伸进来，小美用球棍拼命的砸，眼看没有什么作用，两人立即躲了起来。可没想到这只丧尸很聪明，把手臂单独分裂出来，落在了超市里面。两人听到声音，突然停止，以为丧尸已经离开。可当小美探出头一看，那只分裂的手已经走了过来。两人被吓得瘫软在地，只能用铁架暂时挡住攻击。关键时刻， 阿伟从冷冻室里探出头，叫两人赶紧进去。小美果断先走一步，卷毛用力将他踹开，也紧随其后的钻了进去。本以为危机已经解除，没想到阿伟的麒麟臂又开始发作。看到这一幕，两人这才知道阿伟早已感染，他的手上不断长出尖刺，手指也不听使唤的严重扭曲，整个手臂更是折成了360度。痛苦的阿伟意识到，只有砍断手臂才能阻止病毒的蔓延。两人扫视一圈，只找到一把小刀。可他刚准备动手，就因为疼痛彻底失去了知觉。无奈之下， 夫妻俩只能帮他动手。
一阵痛苦的哀嚎过后，阿伟永远的失去了左手，但好在命是保住了。面对两个救命恩人，阿伟说出了自己的往事。原来他曾是一名囚犯，在越狱的时候不慎开枪打死了一名狱警，他从未想过会闹出人命。从那以后，阿伟陷入深深的自责中。得知狱警的妻子搬去了墨西哥，他和女友就打算带着一笔钱去看望，没成想半路汽车抛锚，在路上刚好遇见卷毛和小美路过，于是就选择了劫车。看来阿伟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。过了很久，外面变得异常的安静，丧尸似乎已经放弃了他们。三人来到外面，发现刚刚的手臂也消失不见。看着一旁的温度计，卷毛大胆猜测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躲在冷冻室，身体的温度下降，丧尸就看不见他们？因为在最开始看见丧尸的时候，那只丧尸并没有扑向他，而是扑向了发热的引擎盖。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卷毛决定亲自试验。他们来到冷冻室，开始用冰块给卷毛的身体降温，等到温度到达身体能承受的极限，卷毛就准备出发去警车上用无线电呼救。在行动之前，小美往外面丢了一颗烟花，等到丧尸被吸引，卷毛就趁机走出去。可由于身体太僵硬，他的速度变得非常缓慢，小美只能不停地用烟花拖延时间。好在最后他成功到达警车，可他刚准备用对讲机呼救，却发现自己的体温正在逐渐升高，而屋里的两人也发现丧尸消失了。下一秒，丧尸突然出现在警车旁，对车内的卷毛发起了攻击。为了将丧尸引开，阿伟手拿烟花从超市里走出来，然而让他没想到，丢出去的烟花竟然哑火了，丧尸扑了过来，阿伟立刻返回，可丧尸的速度异常的敏捷，在他进门的时候，丧尸也冲了进来，好在阿珍及时将他扶起来，两人一起躲进了冰箱。然而丧尸却不停地撞击着冰箱门，就在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外面的卷毛拿着警车上的喷子出现，可由于他打得不是很准，连开几枪都没能打中，但也给两人争取到了逃走的时间。阿伟接过喷子，叫夫妻俩先走一步，自己则留下来断后，可丧尸的生命力太强，阿伟连续打中几枪都没能解决对方，他在换子弹的时候还不慎被丧尸刺伤，阿伟只能退到外面，赶紧给喷子换上子弹。此时的丧尸也追了出来，看着他正处于加油箱的位置，阿伟果断扣动了扳机。看来火攻比枪管用，一声爆炸过后，丧尸彻底没了动静。正要离开的两人看见倒地的阿伟，便立刻上前查看他的状况，可他已经被丧尸感染了。阿伟知道已经无力回天，于是把胸前的吊坠交给了夫妻俩，是一把取钱的钥匙和那名警察妻子的地址，他希望两人能帮助自己完成这个愿望。夫妻俩答应了下来，看着他们安全离开，阿伟果断打爆了煤气罐。在电影的最后，幸存的两人相互搀扶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